好多羊啊，乐乐看到那么多羊。就此告别吧，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，开往未来的路。这里有很大片的牧场啊，然后身后就是羊群、草原，还有无边的道路。哦，好自由啊！终于推上来了，推上来看到的都是广袤的草原。做最温柔的梦，盛满时间，行色匆匆，在渺茫的时光，在千百万。这大半天来到景观台这边，然后喂狗狗喝了水了。喝水吧，喝水吧。在甘南看到最多的标语就是“船域旅游无垃圾示范区”。然后进到来甘南呢，真的发现这边垃圾真的少之又少，很少看到垃圾，都是很干净的。除了离县景观台海拔3150米，哦，好高啊这里。哎，我发现这边都是藏族的妇女，全部都是妇女，然后带着小孩在这边露营、野餐。哇，在3150米海拔的高原上面，好凉爽啊！很广阔的草原，很广阔的天地啊，好喜欢这个地方，看到了吗？身处3150米的高原上，上面有着儿时最喜欢玩的秋千，坐在秋千上来回的荡漾，就好像身处在云端，轻轻的飞舞，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推了一整天的车，满身的疲惫，坐在秋千上，那儿时的感觉治愈了我疲惫的身心。翠绿的草原就像大地温柔的怀抱，全身放松，静静地看着天上漂浮的云朵，没有拥挤，没有驱赶，没有江湖，只有天地静静的自由，带着和风轻轻地抚摸我的脸颊。这一刻我发自内心地觉得我是幸福的。好了，休息完了，我们出发吧。